丝，就把它抹上，这个就是那个葡萄干丝。Thank you.
身处柬埔寨，但是呢，早餐就是早上喝咖啡的话呢，还是要喝热的，不然的话对胃不好。你看，像我前几天就要喝这个飞兔，泰国这个对，肠道呀有改善作用的，对，腹痛腹泻什么都能用这个飞兔。所以早上还是建议大家喝一杯热咖啡。OK， 的早餐。好久不做饭了，这是我20分钟之前弄的鸡肉。对，这是鸡肉，然后打算弄一个咖喱，然后就是刚刚订的那个生鲜。然后这个好丑啊，弄的我的椰子，然后洋葱跟马铃薯，然后还有这个萝卜三个，然后现在处理一下。这个土豆呢，切了之后是一定要放到水里面的，不然的话它就会变黑，就会很丑。所以把这个切好的这个马铃薯就一定要放到水里面去浸泡，然后它那个淀粉呢就会出来。做饭的时候，这些洗啊，就是那些脏的那些蔬菜的皮什么的，就放一个保鲜袋给垫的，然后就直接拿去扔到垃圾桶里面，就会很方便。然后减肥的人吃橄榄油是会比较好一点的吧？应该是这样的。把它收入均匀了之后呢，就把鸡肉给炒香。这是我腌了20分钟的鸡肉，然后它冒烟了，然后就可以放下去了。放下去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它有那个汁，然后它会溅一些水。在这边弄一下这些，然后开电，然后把这个开了。我是用这个电锅，然后我是3，然后我今天是打算用这个电锅来煮。
就是放点油，放点油，然后放不够，把洋葱放去，然后这个洋葱的话，一定要把它给掰一半一半的把这个弄出来，不然的话它就是收的不均匀，就很难煮。好香啊，这个味道。把胡萝卜放进去，差不多的时候再加鸡肉，然后等它滚了，我这个盖子前天被我打坏了，我只能用这些盖子给稍微的固定一下，然后让它赶紧滚，滚了之后呢再加上这个咖喱柠檬酱汁，对，把这个柠檬酱汁给放进去，就只能说是先用它来凑合用一下，那就等一会儿吧，等到它熟了之后再给大家拍。刚刚我的相机坏了，然后先拿手机拍吧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就是我做的咖喱，然后现在是下午的3:40，然后我的早午餐就可以了，然后这个是我的米饭。然后呢我要弄一个咖喱米饭，因为是有在减肥啦，然后不能吃太多白米饭，但是碳水真的可以使人快乐呀，然后就这么丢丢吧对，就这么丢丢吧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弄得很好，然后因为我相机坏了，所以我的左手就只能一直拿着这个手机来拍，好袖珍的感觉呀、对呀、然后要点汤汁点到白米饭里面，
然后菜的话可以多吃一点，一大锅呢，然后我估计我可以吃两三天了。对，哎呀，不是很好看了现在。然后就这样吧。然后现在就是我的，哎，再拿一个那个什么，再拿一把刀，是这样吧？然后我还有叉子，但是好像咖喱米饭好像是不需要叉子的吧？对，好像刀也不需要吧。我也不知道了，反正不那么讲究了。然后就拿一个铁的那个勺子，调羹、匙羹，对。然后这一道就是我的那个啥，那个早午餐、晚餐，对，晚餐。可能这样拍不是很好看，但是卖相还不错啦。嗯。good，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，我感觉还可以。哇哦，在这边的灯光下面，就窗台的灯光下面看，好有食欲啊！然后配上这个，哦，迪奥的 fashion show， 哇，太享受了吧！哇，好喜欢，那衣服都是重工的。大品牌，哇，太好吃了，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自己试着去做一下这个咖喱米饭，强烈推荐，真的好吃。也要享受我的晚餐了，拜。